歡迎多位朋友嚟到我哋今次嗰個 Blue Post 嘅記者招待會啦。咁不如揾啲先簡單 recap 一次我哋嘅單位嗰啲分佈啊。咁啊，頭先同大家介紹咗啦。咁我哋今次咧 Blue Post 咧係屬於三 B 期嘅一個發展啦。咁而三 B 期裏面咧，我哋總共咧就係提供642房。咁而嗰個間隔咧就係由兩房開放權至到去四房套一套房嘅設計嘅。咁啊，當中咧，其實咧，我哋就超過咗八成嘅單位係三房或以上嘅，咁啊，即係佔大部分咧，都係一啲適合換樓客啦，市場上嘅換樓客嘅一個單位嚟嘅。咁而當中咧，我哋係分咗四座嘅，就包括咗一 A、一 B 同埋二 B 期嘅。而其中一 A 座咧，就屬於我哋嘅樓王單位，樓王職啦。咁啊，當除咗就話我哋一 A 座裏邊，我哋又係有四房單位之外咧，亦都係有兩間嘅三房單位嘅兩處嘅三房單位，咁而呢四個單位咧，都係響成個三 B 期裏面咧，係唯一一座係全部嘅單位都係有呢一個露台嘅設計嘅，咁啊可以盡納到最靚嘅景觀啦，咁亦都係話響成個項目最前嘅位置，咁所以咧係屬於我哋嘅樓王嘅單位。咁而其中咧，咁我哋今次三 B 期咧嗰個特色咧，嗰個設計特色咧，就係有接近88% 嘅單位咧，係有一個薄窗嘅設計，咁可以令嘅單位除咗話採光率係高啲之外啦，咁亦都係可以享受到雙景觀嘅優勢嘅嚇。咁啊，今日我哋最主要介紹咗我哋關於三 B 期嘅户型嘅分布，同埋咧就係設計嘅特色嘅。係啦，咁正如啱啱我哋都講咗啦，我哋單位嘅分布啦。咁事實上我哋喺三房嘅單位同埋四房單位，事實上有佢嘅特色啦。咁事實上呢幾個單位，嗰四個單位咧，咁我哋嚟緊嗰個銷售咧，其實我哋都會以一個招標形式會做銷售嘅。咁初步嚟講，因為我哋自己睇翻個市場嗰個大概嗰個參考價錢咧，覺得如果尺價計咧，大概4萬蚊左右啦。如果每一個單位如果四房計咧，大概5000萬到。咁如果真係有啲客户佢自己本身因應佢自己相關嘅朋友或者親戚都希望可以住喺一齊嘅話咧，我哋都會喺依方面會考慮。咁如果係買一對嘅雙人單位咧，嗰個價錢大概1億左右，我預計1億到。當然視乎到時入標嗰個實際嘅情況而定啦。咁到時我諗要等稍後時間，我哋進一步透露有關銷售嘅安排，然後再作決定呢樣嘢。關於今次嗰個嘅一啲嘅部分嘅特色單位，即係我對我嚟講係部分特色單位一啲銷售嘅一啲安排。想問下會唔會有嚟緊嘅推盤時間表啊？大概幾時會上樓市啊？嚟緊咧，其實我哋都會盡快會上樓書嘅，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就係嚟緊盡量讓個市場咧瞭解我哋成個項目多少少嘅，咁所以咧嚟緊陸陸續續咧，我哋會將Blue Post 嘅一啲資訊咧就會再同大家 update 嘅，咁update 到差唔多啦，咁我哋就會準備上樓書，因為其實所有嘅資料咧，我哋都已經 ready 曬嚟手㗎啦。因為其實我不如實在趁呢個機會，我同大家即係講緊，都係我哋上一次講咗名之後咧，實在經過一個市場嘅一個變化啦。大家知道，因為財政預算案之後咧，關於嗰啲部分嘅政策咧，亦都事實上做一個修正啦。咁令到目前喺市場上面咧，已經回翻以前係冇任何嘅一啲嘅政策針對樓市嘅政策啦。事實上，大家知道咧，其實喺過去都差唔多2個禮拜時間到啦，由財政預算案到而家咧，事實上嗰個嘅成交量已經反映到個市場係好幾接受呢個安排啦。咁無論從嗰個成交量啊嘅反應，你都睇到嗰個情況啦。我現時咧睇咧，我覺得個市場整體我覺得係健康嘅，大家睇到啦，其實入市嘅人之中包括有用家啦，有啲香港嘅居民又好，非香港居民又好，或者一啲大家特區政府亦都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專才都有。我覺得現階段個市場係健康嘅，發展係健康嘅。你話成交量多係由於先前嗰個成交量偏低啦，咁大家都觀望，咁趁住呢個機會令到個整體個市場嘅活躍度係提升嘅。咁我諗成交嗰、那個以個成交中度睇咧，今個月我相信照而家目前嘅觀察咧，應該係一手樓咯。我相信會超過3000宗咯。睇個走勢，我相信會超過3000宗咯。咁嚟緊無疑呢個成交量咧，會對發展商嚟緊定價都會有一定嗰個嘅
參考嘅，因為事實上正如啱啱所講啦，或者一些特色單位，咁事實上比較罕有啲。咁我哋喺依方面，我相信我哋會比較即係會傾向於跟貼市價，睇翻個實際嘅市場一個反應，然後再作決定呢樣嘢。咁當然啦，其他嘅單位我哋當然都會有一個公開發售嘅形式去做嘅一樣嘢。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